そうか、合ってる？そうか、はい。文字文字ってどういう意味？文字文字あげるよ。何？文字ちょっと早く早く。ダラダラ。あ、ダラダラってことは文字文字。一緒？ダラダラは。一緒。遅い。遅いね。ダラ文字文字。めちゃくちゃ空太慢了你。三文鱼。哇。这三文鱼，这三文鱼。我好疯哦。你到底哪去？嗯。说啥？哇，三文鱼好吃。那好吃呢，不好吃。我有没有吃过啊？这三文鱼里边也是啥没有放。我去，这鱼，这个当吃播了，回头呢，肯定当吃播得了。嗯，有黑皮肤不？啥黑皮肤啥意思啊？啥意思呀？这三文鱼头查西嗨三文啊，那你哪么诺多今麦亚库诺那你个奇怪吗？是どういうこと？種類が違います。嗯，它种类不一样，生吃了那么全然違うんです。嗯，好吧，和那生的那三文鱼。でもさ、はい。さ、違う名前にも使うんでしょ？種類不一樣。とか。なんで知ってんの？だって名前本借りたもん。よく知ってるね。頭いいね。ジャケットよくね、ピカリっていう。快吃吧，给嘴，张嘴。よく知ってるの。好不好吃？好吃。そうじゃん。三文鱼这块。正解。有刺。嘿。来。这头鱼今天烤了，不有。这个好吃，ありがとう。はい。这个是シャケって言うんでしょ？なんでしてんの？鱼疼了，还没吃呢还。どうぞ早く寝なあかんもん。大変、味噌汁は飲まないの？うん、飲んで。知らなかった。どうぞ飲んでください。え、これは？紹介です。はい。ね、鱼熟的，烤鸡翅，烤鸡翅放点锅巴就可以了。嗯，放锅巴，丢那么一点酱油，放点香油，烤着吃老香了，真的。你烤着吃，那啥意思啊？八点半了啊，八点半了。八点几点了？哎呀，天气说的真是，咋这样？你也是太慢了。鱼不贵，日不贵。我这1000块钱日元买了三条鱼，这个鱼3060块钱，不到60，买三条，贵不贵？这顿饭啊，不，锅巴是你要腌的哈，锅巴。多少？那鸡翅，把鸡翅拿上去，拿完以后。腌以后再烤。翔ちゃんさ、遊ばないってばば言ってるでしょ。お箸で遊ぶのよくない？你就是不打你，真的你真是说不过。今天翻，哎呀，他有没有没打？야사시하나시전서기가나이데。不打什么屁呀？你就我想挨打，你说的完事了呗。越门人家说7岁8岁人嫌狗不待见，真的体会不了，现在终于让你体会到了，真的是人嫌狗不待见，你们就说到他说就他，懂不懂？日本小孩这样啊，做人啊都不记得了，打你亏不亏？야세마타베나이뭐난지
하지지하뭐빠点빨랑아그리고다다다다고다이거다시야다다난내너화나이너부수가어수이뭐다다다다그지유나술나온부관야더랑다다他现在不能生气，生气也对身体不好。就该管不管，不该管瞎管。哎呀，这男脾胃不好。咦，我天哪，老铁，他脾气好。他是现在不能生气，生气对身体不好。你买这套吧，君，这个水儿，你买一套划算。啊，感觉皮肤干的不行，可以向日葵心呐，一定要用，咱家套水和乳。给我拿了纸，你有水精华液呢，妈精华液呢，在这儿，你看没有，一套啊，姐妹黄金搭档，你看没有，小分子，看脸松松垮垮，提某拉紧某痣，干纹细纹，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对抗岁月，大干皮，沙漠肌，超补水啊，里边没很黄，没有黑科技，孕妇宝宝妈敏敏敏敏肌随便用，贼有小圈眼，再有七点五，不管你是大干皮、大干皮、沙漠肌都可以用。这一套哈，我先挂一套链接，一套哈划算，就一瓶三十九，一瓶三十九块九，加一起78.9块，你现在买的话，78.8块，现在买的话69，能省10米，阿姐们，一定那便宜。日本原装进口的啊，日本的美的洁喷，你看小分子，你自己看见没？你千万不要小看便宜，收到货你们自己来找我，我自用款，不用不介绍，不好用不卖给你们，你一定会来找我，谁用过金好用大好用，有用过了没有？啊，不管你30、40、50、60斤，你就随便用，啊，里边没有狠活，没有黑科技，不虎腿不拔腿，没狠活且没有黑科技，孕妇宝妈敏肌啊，随便用，朋友们，咱用小小眼，咱7.5。啊，所以说你给我一次机会啊，我就不让你失望。非常好用，是不是收到货了？好不好用你们自己说。对，这套是水乳，你买一套能省，你买一套钱能省。你看没有？又去干啥去了？你买一套更划算，真的。你知道在我这儿买了，你回头。在日本都没有假货哈，假一赔多少你说了算，里边没有狠活，没有黑科技，日本东西你看没有，他胡对八对，真的挺安全的。所以说哈，咱们脸松垮垮，提某拉紧某痣，干纹细纹，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对抗岁月，大干皮，沙漠肌，超补水，皮肤暗黄暗沉，去黄提亮，皮肤松垮垮，你就随便买去呗，真的，一直用这个是不是？谢谢，是不是一直用这个？好用，我自己用的哈。你要真不相信，没办法了。我手机这人没有高，不高。这刚才卖货了哈，刚才八刚多少，忘多少了。儿子读一年级，我昨天才买的纳豆，今天到了，还行，不难吃是吧？嗯，我现在弄纳豆啊，兄弟们，我先搅纳豆，吃纳豆，还没有搅好呢哈，挖搅啊，要把这丝搅出来。对身体才好。刚才对，现在一卖货人气就低了哈。对，纳豆日本天吃，不拉搅啊，又要把这丝儿搅出来以后，这个叫纳豆激酶，这吃上去对身体好。没有彩票钱，没有活动，彩票好像涨了点了还。18.8块，现在是39，原来18.8块一袋。你之前也用这个是不是？是不是也用过这个？好用吗？性价比高啊！这个水和乳，真的，我还那话，你给我一次机会试一试。你看你比你原来买的化妆品好不好用？所以有人就说：“哎呀，丽丽这东西那么便宜，能好用吗？”日本有假货，我都敢用，你不敢用，亲们，是不是？你给我一次机会试一试，你就光看这小，你光看这，光看这个水，你就光看这水，亲们，你看没有？光看这水，小分子。为啥要用小分子？
小分子特别容易吸收，抹到直接被咱肌肤底层给吸收了，所以你脸上让你弹起来 Q 起来润起来的。所以说怎么脸松垮垮都给提某拉筋某治，干纹细纹抬头纹法令纹川字纹啊，可以对抗岁月，大干皮沙漠鱼还超补水啊，皮肤暗沉的没有光的你都用去吧，你就给我一次机会，可以结婚说了，脸松垮垮提某拉筋某治啊，水挺好用的，霜我个人感觉有点油是吧，个人觉得哈，是不是那个霜的话它是里面有玻尿酸啊，你要觉得油的话你就往碗用护肤，不要用它去化妆可以的，阿姐们用去吧，一套哈。